守护灵九曜星君。郝志熙的压迫感，同为 S 级守护灵，为什么感觉他的强这么多？这等实力，或许真能吓退魔掌。我只是顺道帮了你们，不用感谢我，我就先走了。这位小兄弟，灵玉对你很感兴趣，要不要直接加入灵玉？不用进学院，直接成为正魂将。抱歉，我对你们可不感兴趣。那我倒要试试，是何等实力才能让灵玉如此重视守护灵百鬼夜行。灵玉果然还是这副德性，你若徒有虚名，这一招也能让你痛不欲生。灵玉的人不要出来丢人现眼了好吗？实力还不错，再不滚开，我不介意让你从这个世界永远消失。你要想明白天下所有强悍的召唤者归灵玉所管，你能引我一个又算不了什么。魔潮降临，灵玉作为最高机构，为什么不好好处理魔潮，而是来针对我？因为他腐败肮脏，令人望而生厌。口出狂言。我懒得杀你。堂堂灵玉竟然也有搞不定的人，你来干什么？就准你灵玉对他感兴趣，我就不行。虽然你是师徒，但我劝你最好还是低调一点。虽然我并不想帮助灵玉，但就灵玉目前的情况，绝对挡不住魔潮，得先在冰主街找到那个朋友。这条街的魔物还挺多，守护灵、修罗神，去把路清干净。兄弟，你是谁？为什么要帮我？因为我们曾经是朋友。怎么可能？你有这么强的守护灵，而我只是连一条街都守不住的低等召唤者。想见识一下你真正的守护灵吗？真正的守护灵？难道我现在召唤的这个并不是我的守护灵？守护灵冰主之刃。闭上眼睛，九曜星君，修罗神，助我一臂之力。你真正的守护灵是？守护灵冰主战神是由。这个守护灵有点意思，你们两个实力也不错。林勇，爷爷我又来了，让你准备的。